那时候我们站了那个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两个地方。嗯，那时候风光啊，也不是说风光，反正就是最帅的。我们在上海啊，青春这么多年，那请大家吃个饭，这不喝，这没什么嘛，对吧？吃个饭又花不了几个钱，是不是？乱叫。我在上海，我还跟表哥住酒店呢。你还有我爸爸微信？我看看这个人是谁。爸还有你微信，那不可能，那怎么可能有我爸的微信呢？你别聊着聊着聊着，让我等会管你叫妈。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但许你的爱是什么？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我几岁了？三十啊。大晚上的放一点安静的抒情一点的 music。 对啊，在韩国的酒店啊，不然在哪里啊？我唱歌不好听，别闹了。
刚刚名言没了。给你的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要我给的关系。我没有去过台湾了。对，什么时候去台湾团建呢，彪哥？台湾现在不能去，政治是就一定要跟那种大的旅游团才能去，不能不能个人是吧？不能个人，也不能组小，就像我们这种组小团，嗯。行程都是就比较艰苦，就不能自由活动。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个谁呀？征途？不是台湾的那个黄什么来着 ？Boss 黄。哦，他中国人，他美国人。但他不能回去。他本地人可以去，中国人不能去台湾。哦。别的国家人可以。明明是三个人的秘密，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第三方一千啥的啥玩意儿？在韩国，因为自己认识你。泡了多少个韩国妹子，从刚刚出门到现在就没停过。那不是手到擒来吗，对吧？泡个韩国妹子，那除了沟通以外，其他那不都是拿捏的死死的吗？是不是？泡到了还有时间在这直播，你不得打打掩护吗？对吧？不得跟你们讲说我来韩国是正经过来那个团建来的吗？是不是下了直播再出去玩去，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对吧？是的，哎，心里是淡。为什么现在没有那种花那种很厉害的弹幕？要花钱吧，那个。好至尊弹幕。人人们一百人那个直播间。相信的距离拉得太遥远，不可以吧，我这边是听不到的吧。哦，完了还可以发语音。哦，咋了？拿我直播间试验了。对，我好久没进直播间了。表哥你好骚啊，表哥！连线，我看到了。那连线我看那一个房间，但是我没有申请海外直播权限。但你应该也可以连线啊，应该可以连。连线连上就是你在那边跟我在这边讲话而已。你知道外边有多冷吗？我手根本就不想拿到外边去，真的，手冻得那人都快冻傻了。延迟还蛮好的，就大概一句。
句话，我还得说两遍，我这边讲一遍，你那边再放一遍给我听，是吧？我先去看别的了。啊，好，干得漂亮。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零下一度，哎呀，好东西。我操！俺妈的乱叫！我在房间里面，在房间里面我能穿啥吗？第一的项链，韩国零下一度啊，出门都要穿那个，他们都把被子都裹出门了。中国人，韩国人还穿短裙，有吗？最起码露着脚踝。啊。济南到韩国很近的呀，所以济南下雪很正常啊，因为济南到韩国也就隔了一个海而已啊。对吧？你济南下雪，韩国零下一度，很正常啊。济南跟韩国隔海相望嘛，是吧？是隔了个海，对吧，表哥？对，那今天不是师傅说了吗？威海这边坐摩托艇过来啊，对，晚上就能到了，明天早上就能见到他。他先开着车去威海，大概开两三个小时，然后再骑摩托艇八个小时就能到首尔仁川港，就到我们那个拉文拍照片里。然后跟他们说一下，我们派俩兄弟把他捞上来。我跟你们讲，不要崇洋媚外哈，韩话的话比较领先，所以你们会觉得韩国的男孩子的话就看起来就比较洋气，对吧？还有一点是韩国人，一个是那个工作氛围、工作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对，然后还有一点是韩国人也有皮肤不好的。不要崇洋媚外啊，真的，韩国的帅哥肯定没有中国人多，你们就这么想嘛？中国人口多少人，韩国人口才多少人，对吧？韩国撑死的可能也就一个上海那么大而已，他们能容得下多少人吗？韩国有多少人，表哥？对，5000万，你们看嘛，才5000万人，对吧？才5000万人，一个上海就多少人了？上海就已经将近3000万人了。是不是？你说韩国帅哥多，那是因为他们帅哥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你们会觉得韩国帅哥他非常非常多。但你换个角度去想一下，中国人10多个亿，对吧？
就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没有可比性。我说了那么多，你们还是觉得韩国帅哥多。韩国整容也多，中国整容也不少啊。他们只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你韩国算来算去，不就一个首尔？还有哪里？济州岛？还有哪里啊？对吧？釜山。气质身高 OK， 你破了。我在韩国也他妈属于天才。韩国女孩子看到我，他们都不敢，他们都很害羞的。真的呀，我在韩国属于那种就顶尖的那种啊。哟，我念。不可能，我明天出门我一定不会把手机拿出来放在外面播的，太冷了，我跟你们讲真的很冷，零下一度，你们让我拿手在外面，我就在那边给你们举着，那不可能哈，弄死我吧。我怎么感觉好像我要长痘了。那我现在在房内啊，在房间里面啊，房间里面我肯定是穿那个背心的呀，有暖气的嘛。韩国用国内的网络呀，你别讲韩语，我看不懂。我看，没必要看、啊，主要我也，对呀、啊，算了算了，你太爱保乐园去了。
我是双眼皮啊。没烫啊，头发我只是这么一拨而已，它不就成这样了吗？我有点困，我是上一年那个什么节，万圣节在那个天津，我今天才刚落地我就想家了，我是困的。汉堡事件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汉堡事件是什么事件？有人知道什么是汉堡事件吗？我这种发型，我没剪啊。不就是这样子吗？没有，我说是什么汉堡事件？汉堡事件是什么？半夜吃汉堡？半夜吃什么汉堡？哭哭吃汉堡？什么是汉堡事件？是瓜吗？是什么瓜吗？嗯，你知道？不是，你们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吗？我记性。吃汉堡没给女孩点外卖，他没听。我以前视频，我以前视频，汉堡事件，不会是那个？
之前有一个辽宁的那个博主，然后他扒网上，就是他扒辽宁的一个网红，男网红，然后那个关键词是我的那个吧，不会是那个吧？操，我他妈大概知道是哪一个了。哦，我知道了，就是，哦，那我知道是什么事儿。我操！对，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子，就是之前应该是那个一个辽宁的一个女的博主扒一个辽宁的一个女网男网红，说这个男网红呢那个离婚，然后参加过节目，然后就是对一个女孩子刚开始没有在一块的时候很好，然后他认识了一个辽宁的女孩子，然后这个男网红呢去这个女孩子家里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啥都没干，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把人给啪啪了，然后啪啪完以后这个男的呢就自己出来客厅在那边点汉堡吃，然后没有给这个女的点完事，这男的吃完汉堡不我完事，然后这个女的出来看到这个男网红自己就在那边吃汉堡，没给这个女孩子点，这样子，然后完事了，这个男的吃完汉堡以后又进房间，把只是我，知道吧？但我他妈我整个东北境界我都还没去过，知道吧？然后当时我还跟他们讲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会点很多很多汉堡。让这个女的吃完事再好好干活，而不是我他妈我自己吃完，我自己吃完我跟她干活，我给这女的点汉堡吃，然后让她干活，而不是我吃完我干活，懂了吧？这他妈叫格局。是吧？格局打开啊！你给人家点点吃的，完事你让人家好好干活，人家是不是更卖力呢？你自己搁那吃，你吃完以后你还搁那哭哭那么一顿干活。我要能知道那个男网红是谁，我还隔着澄清我呀。人家那个博主都还自己跑到我的评论区下面来跟我道歉来着，说不是我。哎呀，正常，长成像我这逼样的人。能有哪几个人那背后没有人议论的呀，是吧？你们去搜我名字，搜徐志斌出来，还他妈什么脚踏五条船，那是五条船吗？那他妈那是十二条船，啥事没有，长得帅的人什么事没有了，那很正常，对吧？就拿你们来讲就好了，你们看到一个比你们好看的女孩子，是不是？比你们看到一个好看的女孩子，
你们搞的也得在背后议论人家两句啊，这个女的长成这样子肯定没干什么好事儿，是吧？肯定是什么是那个什么事来着？这个傻逼，你直接跟他讲，人家博主自己有提到是一个辽宁的男网红离婚，然后参加过某节目，但是是辽宁的，你跟这个傻逼讲一下。而且公告这个死人的死狗宝宝的引导这个货真的半门王阿红欧一老爷还西川早。我刚刚在用闽南话骂人，对，刚刚在用闽南话骂人。啊，他这个艳红是什么老几百病？都没用回来我看了，叫人去遐什么啊？个叫剃破了。全听懂了，没关系啦，正常。什么杜寻人，什么他妈的，什么必去的。你要睡了，表哥。哎，对，会吵你不？不会。好的。睡吧。听不懂很正常，我们讲的是那个闽南话。我在韩国啊，现在。你用我回来我看了。音乐太大，有点声音，我比较容易睡着。还可以这样子，好。老人呀。不是，就我们家那么个小地方啊，就漳浦这么个小地方啊，然后呢，就我们家漳浦那么个小地方啊，它本身就属于怎么说呢，就整个县城不超过100万人，对不对？那一个县里面呢，又有那么多小的那个，我现在那小的镇，是吧？难免会有那个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话就在那边传。不把你身份给调出来，就反正闲言蜚语这个东西很多。闽南农村都这样，都这样吗？小县城都这样吗？可
以啊，可以说我，但不要被我知道就好了呀。那被我知道的话，那你们就说嘛，什么那么小个地方，是不是？那不随随便便查都能查得到这么个人，什么杜巡镇啊，什么艳红啊啥的，那能有几个人叫艳红的呀？那头像那我都能看得到，对吧？随便查那不都能查得到吗？一听就知道是农村人，还他妈叫艳红。所以说啊，小地方很多话都不能乱讲。你在这边讲完以后，人家这么跟你们说吧，你们身边但凡你有点秘密啊，千万不要跟你认为的好朋友讲，因为你的好朋友也有他的好朋友，对吧？哎，我跟你讲一件事啊，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啊，转身他也跟别人这么讲。哎，我跟你讲另外一件事啊，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讲。传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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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反正这个事就不要跟任何人讲，但是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这个事了，真的。所以但凡你有个什么样的秘密的话，藏自己心里，不要跟自己你认为的好朋友讲，因为他也有他的好朋友，他不只有你一个好朋友而已，懂了吧？我银行卡密码八位数啊，你能知道吧？啊，115599000。相信我。什么心情我哪知道，我妈也在我直播间吗？没关系，我妈经常看我直播。我挺开心的呀，没有，我就今天有点困。哦，有个阿姨啊，那不很正常吗？我妈就知道我平时直播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骂人的呀，我妈她还劝我不要在直播间骂人。我妈看我直播的时候，偶尔会听到我在直播间骂人，我呢就跟我妈讲说，没事，我在直播间骂人呢，那我可以用嘴巴骂人，别人又没有办法骂到我，对吧？那再者说了，那别人来侮辱你，来骂你的时候，那你不能你去承受人家这么对你的欺负啊，对吧？网络暴力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那别人这么骂你，那你看到你能开心对吧？我肯定要给他骂回去啊。这说句不好听的，长这么大我妈都不舍得说我几句，我凭什么让你给我说了呀？啊，上学那会儿老师但凡敢骂我，我都是直接怼回去的。也不是没发生过上学那会儿跟老师干架的事儿。是吧？这我是觉得这人这尊重这个东西是相互的，你尊重我，我肯定我也尊重你。那你不尊重我的话，那我就只能拿你当婢去。我妈怎么可能在榜一？你真的不要说那个，还忍气吞声啊什么的，真的不要忍。不用忍。那当然，如果人家要打你的话，那就给他打就好了。人家要打你，那你就躺好啊，打完赶紧到医院去验伤。如果他打你鼻梁骨的话，你鼻梁骨没有断，自己给自己敲断。我靠，二三十万没得跑，一个鼻梁骨。我可以教你们很多东西。真的，如果别人打你一巴掌啊，没有什么事，自己再打自己几巴掌，打到出血为止，到医院验伤，随随便便出来那都是轻伤最低级。你知道法律怎么判的吗？轻伤1到3年，重伤3到10年不等。人家得花多少钱买这1到3年时间？那不就你说了算吗？对吧？疼，一顿疼能花那么多钱，你疼不疼吗？这个东西叫社会经验，懂了吧？叫社会经验。不是在让你们去用这种事去那个欺负人家，是让你们如何懂得去那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你如果被打了，到医院验伤，那也没多少钱，对吧？那如何把你的利益最大化，这个要看脑子。这不叫欺负自己，你都已经被别人打成那逼样了，是不是？本来别人干你一巴掌过来，这伤验不出来的呀，是不是？一巴掌而已，那能怎么样呢？如果是在监控下面，这一巴掌打完以后，你直接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这到医院验伤，在你去医院的过程中找个东西。哪怕你骑摩托车摔了也行，啊，都算在这个上面。医生都没办法，反正医生就拿那个验伤报告就行了，你就跟他要那个验伤报告，对吧？只是想让你们不要被欺负而已。所以我就说了呀，如果这。被别人打的时候躺好啊，只要不致命都行。
酒店有健身房吗？应该有吧，应该有，应该有。有没有福建人？我就是啊，我不就是福建人吗？对，耳朵好红。这里一点半，对啊，我这里也是。原来表哥打，原来表哥睡觉会打呼噜啊。那我还好，我能睡得着，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会影响到我，我能睡得着。对，这回大家都知道了，完了，我在韩国。对，在韩国出差，不信。我如果证明我在韩国，你能怎么办？嗯，你能怎么样？对，证明一下在韩国你能怎么办。Now you take me into nightfall and your love is keeping me falling让我们家小林先说，我如果在韩国，他能怎么办？嗯。I'm the somebody in the hills, somebody in the nightfall。对，我们家表哥那这真的睡觉是真的太牛逼了，我这放了这么多的 music， 他还能睡得着。Thank you.
一直没风很远的一直给你不了很远的不懂很久不见的我讲话声音哪里会治愈做的鼻子不能这样吧应该不能这样吧是吧千万听表哥打呼噜表哥明天睡醒跟我讲我不要面子了啊半夜还开直播还能带着听我打呼噜想想睡我等会就睡着了以前呢韩国姑娘不漂亮，韩国姑娘就那样。手机，我一边充电一边播呢。过几天就回国了。这里是白天啊。等一下哈。以前呢
等我一下啊，要停个东西。头顶，我头顶没东西啊。我头顶有东西吗？废话，头顶没有头发，那有啥呀？有点好看，也可以；有点好看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才刚去喝呢，我操！怎么做到的，大哥？我冰得怎么200多斤？操！炸鸡很好吃啊。下个月，我现在我还不知道呢。对啊，我是在韩国的大学生啊，怎么看着不像吗？看着不像是在韩国的留学生吗？就那种高校里面那种街霸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没觉得我这会讲话也可有磁性了吗？对，对，这个大学生有点大。韩国寿司好吃吗？我没吃过韩国寿司。大学教授，教啥呀？教人体呀？送啥呀？送礼物吗？天津，那看他们有没有钱请我去吧。没钱我去干嘛？没钱我也忙，怎么可能会去呢？对吧？平时工作也忙得很，你要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不可能去天津的。
还有个小地方，我能去干嘛？耳钉，你们聊着没东西聊，开始聊我耳钉了。这猪完了呀。可以获得我的上下力啊。一杯咖啡。趴久了对颈椎可对那个颈椎可舒服了。平时都吃啥？平时都不吃的。帅啊！好想出去玩啊。韩国的好吃。没人行动了，是。韩国的某个行业 GDP 在全世界排得上名号的，好像是排第一吧。对，韩国某个产业链的 GDP 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不说是什么。不要问为什么知道，因为做过社会调查。什么叫做又刷到了？你可以不看呢。我又没有求你看，你可以不看，对吧？
不要勉强自己非得过来看我哈。都没送礼物，你咋知道我看不上呢？嗯，要不你再送一下，啊不是，要不你送一下，你看我能不能看得上？送都没送就说我看不上，把自己把抠门立住了，还搞地的立一个牌坊在那边说我看不上，咋想的呀？是吧，我就谢谢人家送的那小礼，我就谢谢人家送的这个小菊花，我就嘴巴长你身上哈，牌坊立我这来了，咋想的？哦，不是菊花是蜜蜂啊，差不多了。对，来者都是客，那蚂蚁腿再小不也是肉吗？对吧？你们送礼物怎么叫做我看不上呢？只是我没跟你们要过而已，不是我看不上，是我没跟你们要，啊。这叫啥？我这叫软饭硬吃，想要礼物又不想自己去要，哎，懂我意思吗？啊，动动手点点礼物的那个可能是老徐的双胞胎弟弟吧？不不不不，应该是你。咋了，鹏鹏下播了吗？这会跑我这来，这会国内不也才一点？笑啥？笑啥？表嫂，不是，是我忘记，我还以为鹏鹏这个点已经下播了，因为我看的是我这边是两点，我还以为鹏鹏这会已经下播，突然间反应过来，国内也是才他妈一点，鹏鹏这会应该是在上班呢，你不去看他，你跑我这来看，看他去，回去。我是鼓励大家不要花钱，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多人都没我有钱。
对，明天就去看看大熊猫。你在想谁？我在想你。对，是没有什么行程嘛，所以表哥已经睡一觉了。我这会儿的话，在那个把我今天的那个话费给赚回来。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温柔。打呼噜了吗？哎，直播间的人都听到了。直播间人都听到表哥刚刚跟那一顿。我估计都还有人有录屏。真的真的，估计都有人有录屏。你这样一个娘们，一点没有啊，不要吵，我们这边已经两点了呀。我反正是没有录屏啊，但你们可能有录屏，我也不知道啊。我身价多少？不到十个亿吧。对啊，国内一点，我们这边已经两点了呀。也可能是九万九啊，不一定非得是9.99亿啊。在韩国怎么点外卖呢？我突然间发现哈，就韩国这个国家好像它的一个消费比我们4年前来的时候更高了。ins 可以点外卖，刚刚没吃饱吗？太可怕了，天哪！我们好像带了几十个胃来韩国一样。9点才刚吃完饭，11点又吃，9点吃的部队火锅。我跟你们讲说吃了多少东西哈，吃了啥哈？8个人啊，2个部队火锅，大份的2个大的部队火锅，4个拉面是放在部队火锅里面煮的，8碗大米饭，哎，2个蛋卷，啊，2瓶蒸鹿，3瓶，啊，1盘炒年糕，然后。还有什么？2盘炸鸡，不，4个炸鸡，炒年糕，还有2瓶啤酒，还有1瓶蒸鹿，然后各种各样的萝卜小吃这样子。啊，真的，9点才刚吃完，11点又接着吃，我都不知道这怎么吃得下的。大家出门前都说。不饿，肚子不饿啊！去了以后，我知道什么叫光盘行动，真的，哦，抬把光啊，就剩躺着。对，对，炸鸡2大份，还有炸鸡翅，是的呀。这现实版，那玩意叫啥来着？现实版那个光盘行动，首尔吃的不算贵，要不你买下单啊？这我们刚刚也吃了几千块钱，要不报一下账啊？对，把盘子都这么舔干净了。问题是9点才吃完，11点又吃。
本来是这样子的哈，这个是吃完的，还没吃的哈，还没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吃完，我操，我操，就剩扛着了。那是真能炫呐、啊！那哭哭一顿猛炫呐、啊！那我低头抬头一个瞬间，耶！咦，翅膀呢？那韩国想要晚上有美女的话，不应该在我这个位置，得去那个什么叫什么红什么的，得去那才可以。那我还是很喜欢吃韩料的呀。洪崖洞在重庆，大哥。哦，对，洪大。叫红的是洪崖洞在重庆，我在红，我在 Korea， 好吗？我手还黄啊，我的手还黄啊，我的手跟脸一个肤色还黄啊，我是脖子黄，我手是这个色。我手不可能化妆吧，但我脸有开了一点点美颜啊，有开了一点点磨皮啊，你看我手是这个色，脸是这个色啊，我这叫有化妆，化妆是这个色吗？思想啊、那是有一点点黄啊，这毕竟老徐长得也不是特别干净哈、啊。你们难道没觉得老徐脸上就写两个字吗？脏东西，不是写三个字吗？脏东西，是吧？见过本人的很难不爱我，好吧，确实。那你要说我这该死的又无处安放的没理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对吧？那毕竟确实是帅的雅痞，但也还好啦。是我根本就没有反驳的余地，这哪有办法嘛，是吧，表嫂啊？这么多年了，这颜值就一直在巅峰，就没有下过。哎呀，好烦呐、没有抓牌啊，你没有抓牌，记错了，没有这回事。那个什么 believe， 素颜看看，你把裤子扒了给我瞅瞅。
我都说我没化妆呢，谦虚怎么写还真没学过。表哥不教好的，表哥就一天天接，一天天接，教我什么 shit shit bro 什么的。貌似也不是我一开始我就讲粗话的吧？不是有人惹我，我搁这讲粗话，我搁这骂人啊，好端端的谁骂人呢？你好端端的，我难不成我这我还怼着你一顿喷你，难不成我还这样子？那我讲闽南话本来就喜欢骂人，一般不讲闽南话的，用闽南话骂人又反正不会被封号，对吧？对啊，本来用闽南话骂人就不会被封号啊。你写给我，下巴呀，法令纹啊，嘴唇啊，啊，还有什么？耳朵呀，还有什么？眼角、鼻子、法令纹、嘴唇、下巴，都没做过。这确实没做过呀。不是你们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我这个套路，你们就不要再讲出来了，你们让我讲嘛，对吧？就好比你们问我说我那个演过什么电影啊，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说我什么什么夏洛特烦恼啊，哈、啊，还有什么狂飙啊，对吧？还有什么那个就最近比较火的那什么巨齿鲨呀，对吧？还有那个那个满江红啊，对吧？这些电影啊我全部都没有演过，好吧，懂我意思吗？这个反正这种梗说多了就不好玩了啊，你们不要抢我台词。以后飘上你的飘上，不够多，
哦，帮你分担了一天是吧？是，还可以多分担几天。嗯，那你这那个，那是叫什么来着？这是这个不得付点费用吗？是吧？这毕竟手干巴的都脱皮了都，手有点干吧，是吧？我要蛇油护手霜。嗯，对，护手霜抹几遍。对，算了，等会再抹吧。咋的，张老板那边拿着呀？曾想过离开。洗脸睡觉。我榜一才776票。你在韩国怎么点外卖呀？韩国点外卖怎么点？你们有谁知道吗？啊？韩国是怎么点外卖的？你们有人知道吗？我懒得送。
好，我差不多要睡了，不要吵，我这还得去洗把脸，我把脸洗了我就睡觉了。洗把脸再点个蚊香就睡。生命的最终目标，去洗脸。我操！我说我要去洗脸，就用花枝手。干嘛要洗澡？我没喝酒啊。
你他妈你才搁这刷马桶，我操！我他妈刷牙，你说我刷马桶，你有病吧？放什么鞭炮？你们不知道国外的水是可以直接喝的吗？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国外的这个水是可以已经过滤过的吗？你以为是中国吗？国外这种水是直接过滤过的，厕所里的水，那整个房间只有这个水龙头，那不我从那边接吗？表哥刚刚也是一直在这边喝了好多杯。那整个洗手所以我被汤给骗了是吧？表哥刚刚在这边喝了好几杯了，那只有这个水龙头啊，我不在这里接，我在这下面接吗？我在这接吗？哎，有点头皮发麻。
你们是在看我如何护肤吗？拍墙，护肤高手吗？就长这样可以吧？皮肤最大的问题，你说，不要吵，我听着。啊，问题出在这呀。那，我错了。